人家破相欢迎。各位追求着公平正义，伫个选举的最后，要用全身骨的气力，咱要为着台湾第一女总统打拼，吹票，共同来实现第三次政党轮替，咱台湾国家的主人，大家安稳，大家好，大家安稳。大家好！今仔这个场面，台北市，我看是空前绝后啊！咱大家家己拍拍啊声，鼓励一下好唔？最后的六天，我逐天拢伫街仔路，大街小巷一直喊。六天，一天一个人搁吹一通电话，六天六通电话。咱电话吹落去，吹电话这个人，咱就要决定台湾未来的总统好阿无？咱就要选择一个新的政府好阿无？咱就要建立一个新的国会好阿无？咱的新的立委要伫台北市过半好阿无？我相信这是咱所有的人的愿望。各位时代好朋友，时间敢若剩六天，已经倒数咧计时。马拉松走到即马，最后冲刺，吼，那、已经无气力啦，嘛袂使，喙紧紧加落，搁冲落好阿无，搁吹落好阿无，台北人莫漏气好阿无，咱今仔有台北足侪同乡会来到台北发展的时段，大家莫漏气好阿无，咱台北改变咱的未来好阿无，好，好阿无，好，各位好朋友。咱看到国民党用政治单位来监控小英，用余昌案来抹黑小英，动员公务员今仔日啊办嘉年华，动用公家预算做广告来抹黑民进党。咱来拒绝安尼的政府，咱来拒绝这个无良败家的政府，咱来拒绝这个浪费国家资源，用两公办2亿3000万梦想家安尼的政府。咱来拒绝群众的政府，咱来选择咱家己台湾人的女总统，咱来建立咱家己台湾人的新政府，对唔对？各位好朋友，抹黑唔是干那伫总统遐，伫个立委，立委的选举内底，台北市各个选区，大家唔通想讲台北无买票，抹黑黑暗，伫我的选举区内底，拢已经发生。我拢已经去报案，已经去告。树林大同区姚文智代表民进党参选，是姚文智的骄傲甲光荣。但是姚文智事实绝对袂使输，姚文智这些来拜托大家，大家共同替姚文智吹票、告票，来抵抗国民党的抹黑甲傲慢，好唔好？好，好唔好？好。我要甲大家拜托，咱10月13姚文智总部。有一个大游行，10月12，咱要把所有三只小猪化作灯啊，化作小猪灯笼，咱嘛要暗时有一个大游行，大家共同来参加，好阿无？好。姚文智是台北关键的一席，姚文智当选，其他的区拢当选，台北只有小英打破以前的纪录，咱要让小英做未来新总统，好阿无？好，来来，姚文智加油，姚文智！共同来发表，多谢大家，谢谢。姚文智，动身。姚文智，动身。姚文智，动身。谢谢，谢谢姚。